学费费随同学费做同行呢？苗栗县政府再个得到优待，另外中央办的乡镇市得到优待，五个乡镇市呢还得到为加点，一笔总奖励金有1610万元。今天好，非作为用重振就是办法奖金的支票，问苗栗县政府韩国这一位乡镇，同时同地方政府经验交流，希望接下来会继续引出韩国友善的行业环境。苗栗县有6项客家街客家人口，为了推动客家做同行业，建中中东金带头同意会用客家来做实践报告。土工部门每些家烘街客家专业服务，政府每推出客家业绩客家共创附带的发通，吸引民众来参加。今年高级白拿到咖啡费，客家做同行业平台优等，咖啡费就为用重庆前天肩负该做法。亲身办证苗栗县政府500万个奖励金，未希望未来再建造更好。公务员的部分哈啊，成绩非常好啊，而且香港样板员呐，而你的先生哈老师哈，样板员的啊来协助其他都哈，也更加啊用心哈来参与这个认真哈。中重庆每同苗栗建中中东金对公告硬件开发硬件推广，落开发学校教育环境同师资来到问题高办之间，替地方推动开发进行同问题，希望一步来做，提升地方建立有限的开发环境。苗栗县吼，身为一个客家体验吼，当然我相信公务机关一定要精英吼，大家要动认真吼，尤其我强调讲咧，新年的讲下吼，怎样会比较容易干？我想要讲，爱讲，我因为咧系亲友见的吼。除了政府三万整治用资，今年苗栗县乡镇市公所每套平台当中未拿出好成绩，总共有8个乡镇市拿到优等，5个乡镇得到加等，得到总奖励金1610万元。咖啡费希望透过公部门抽签参加，鼓励乡亲多贡献。本卡发套设法当中自然贡出来，卡发将有希望。卡卡新闻杨子诺苗栗报道。